各位新年好啊！今天是2021的最后一天，所以今天在片场就刚好刚刚化好妆，所以过来跟大家稍微间隙打个招呼。一会儿呢就要拍戏去了，然后我现在正在片场。一会儿去片场呢，一会儿我可以去带大家去片场转一转，但是不能给大家去看其他的前辈们，因为可能会曝光他们的造型。最近也是降温了，大家要多多注意休息，注意身体，不要感冒了。不要像我这样喝中药。喝中药就不给大家看了。太烫了，一会儿喝。今天那个什么31号，所以今天的晚餐就让那个我们的小马哥做了一点酸辣粉啊，这是粉。大家今天都是怎么过的呀？吃火锅，在家过年，挺好的。有这么多上班的吗？同是打工人。这样，我现在先带大家出去转一转，一会儿要是叫现场叫了之后就没时间带大家去了，偷偷带大家去转一转片场。北京外面还是挺冷，我现在。里边很黑，应该。完了，我有点不敢进去了，怕打扰到他们。哎，听到停了没有？拍完了，这条过了，过了没有？答应过了吗？这条？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这我们我那个今天不是跨年嘛，就是带大家看看片场，就是我们的导演。哟，手机耶？对对对。这难道是直播吗？对对对，在直播，这是
弹幕。哎呦我的下边好淡呐，好淡，嗖嗖的，正好。哎，后边还有人，要不我们正值我们的专业，我们的编剧老师正直老师今天特意做的发型。对，今天可以新年剪的头发。挺还可以啊、哦、哎呦还有我们的总策划方方姐，方方姐老师打个招呼。方方老师，方方老师 Hello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行，不打扰大家拍戏了，我先回去。我也说句新年快乐，快再给我一行。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是直播呀、啊，直播直播。新年快乐，来，现在现场，现场什么现场？我要去换衣服了，换衣服去了，换衣服去了。行行行。交代。行吧，大家刚才也听到了，现场马上有请了，再跟大家聊一会儿我就得去换衣服了，然后呢就得去拍摄今天的工作了，就去拍摄了。换衣服你也想看，看不了，看不了。那咱们再聊个十分钟吧，好吗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再聊个十分钟，然后呢就要去换衣服了。吃不了饭啊，因为可能一会儿就要拍了，所以放饭时间不太确定啊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元旦快乐。放心放心，一会儿如果拍着拍着就是也会，就算现在可能没吃饭，一会儿拍着拍着可能也会放饭，大家也会一会儿 去吃东西，肯定不会饿着。什么时候发自拍？自拍就先暂时缓一缓吧。考试祝福，祝你们考试的期末考试都考得好好的。这不是新发型，这是那个戏里边的发型，今天就只能曝光我一个人的发型了，就是其他，所以其他演员老师前辈就不跟大家去见面了，怕曝光他们的造型了，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拍呢，所以他们的戏服也穿着呢，所以不好带，直接带大家过去，所以就我这个衣服也是自己的衣服，也没穿戏服，不然穿戏服的话我也没办法跟大家直播的，所以今天抽空跟大家直播一下。等一下，出去了，估计是要叫我去拍戏了，看看带回来的是什么消息。什么消息？醒了。啊？什么消息？没事。现场还有多久啊？我问一下。还有一会儿。还有一会儿。那再聊一会儿。那你是想让我说多久？现场啊。现场没好。马上就好了。今天确实挺突然的，因为本来今天拍戏嘛，就是因为工作，然后呢就是也是突然说要不要跟上线跟大家打个招呼嘛，因为今天也是跨年嘛，想着也是可以跟大家见一见。这个不是自己的头发，这个是那个发套，自己头发已经别在里边了。对对对，一定要记得保暖啊，大家
因为最近天气确实挺冷的，千万不要着凉了。嗯，完了，看不到弹幕了。工作压力大了怎么办？工作压力大了，就休息一会儿呗。休息很重要。唱歌唱不了，唱歌唱不了。咋的？我不唱歌，你唱歌是吧？那个你呀、啊？我哪在唱歌？我只哼了两句。你这个哼的时机很巧妙。我唱歌不是怕一会儿唱了一会儿你又吃不下饭了。好了，各位主播要喝个中药，大家先稍后一会儿。干了啊！你们随意。你调的酸辣粉啊？嗯。今天就没放葱什么的了。为啥？一会儿不是还得拍戏吗？葱？那你放蒜了不一样吗？嗯。嗯。放蒜了不一样吗？喝中药，因为，好喝才喝，不好喝谁喝？地球老挡我的视线。啊，元旦快乐，元旦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有生日的生日快乐。跨年干什么？跨年拍戏呀、啊、跨年工作。高考，高考还有一会儿吧，高考明年六月份了吗？现在学生元旦过了就盼着放假了。期末啥时候考？你们期末？小学生的话是1月22号，1月22，那快了，还有22天，已经放假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不才12月31号吗？怎么可能现在就考完试了？这，哦，大学放假了。喝中药不要吃辣，想吃啥就吃啥。不是的，因为那个什么嘛，那个做了嘛，没办法不吃啊，对吧？不能浪费别人的劳动成果，少辣呀、啊！你们看着那个辣椒很辣，其实没什么感觉的。
真的。看不清了。但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重庆人的辣和外地的辣有啥。是。现在5:55啊，那就播到6点吧，还有5分钟，欢乐的5分钟。是不是开瘦脸？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弄，不知道这个怎么看，不知道。算了，懒得看了。5分钟，因为要一会儿要去拍戏了，一会儿来不及。今天正好是夜戏，不过棚里边好像也不太分日戏内戏啊，不，日戏夜戏啊。这动态视力不太行了。工作快乐，祝你工作顺利，事事顺心。晚上还没吃呢，晚上还没吃。最近在干嘛？最近在上班啊，工作呢，拍戏。冷不冷？北京真的挺冷的，好像全国现在都挺冷的吧，降温了。我不近视，只是这个刷的太快了，因为看不清。我的眼睛挺好的，我的眼睛我没记错，应该是两只眼5.1还是5.2，忘记了。那各位朋友们，各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长辈、叔叔阿姨什么这个们，我要去换衣服了，换戏服了，要去工作了。今天的欢乐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至于下次的时间呢，也不太确定。祝大家，反正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呢，天天开心。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为生活比个赞，加油！大家拜拜了，怎么关？哎，这怎么关啊？这样就关了。